陈松伶、陈伟、陈盈、余德成、林伟臣同埋徐荣等一众艺人呢日齐齐现身剧集《福尔摩斯拉》嘅宣传活动，仲会坐上呢一架特制嘅观光花车出发去到旺角闹市，同观众近距离接触，见到啲街坊咁热情，一班演员都觉得好开心，剧集咁受欢迎啊！非常之开心，我第一次做，系啊，我都第一次，我好即系好耐冇坐花车，但系今日本来话会落大雨噶嘛，咁我哋好好咯，天公造美，我哋一出嚟咧就完全系阳光普照啊，咁啊见到啊所有啲街坊啊、朋友们啊、旅客们啊，全部都好即系香港好客之道咁，我哋对住佢笑，佢又对住我哋笑。其实嘅剧集都播咗一段时间啦，会唔会即系喺街上面咧都会有好多啲观众咧，即系俾意见你啊，或者问下你，哎，开膛手系边个啊咁样啦？有啊，好多人問我，係啊，好 多人問開頭手係邊個，非常之多。嗯，我死口都唔答嘅，死口都唔答啊！偉哥咧係咪都好？我通常我去街市買餸嘅時候咧，啲人都會啲檔主啊，或者係啲買餸嘅啲師奶啊，全部都話：哎呀，點解你真人咁瘦嘅？咁樣都相對講呢句，真係啊，係啊，你真人真係好瘦，係啊。咁啊，覺得今次成個合作點樣啊？同劇組嗰啲，我哋非常之開心咯，係心。唔使講，我完全一家人咁樣。做咗成啲會唔會希望多啲翻嚟拍劇啊？好啊，我哋仲要一齊，我哋仲要係2.0。劇集播出之后好评如潮，劇中有不少角色都令到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好像是郑敬基和太太都是劇集的忠实拥趸，他们还大赞徐荣在劇中的表现很出色啊。我和我太太一起看的时候就看他，迪尼莫又看他，那场撕布又撕得那么那么温馨。好问一下我们撕布撕得我们听 Mr. 撕布啊，麻烦政务司是英文来的Mr. 師傅，唔係即係我覺得好多人係用咗好特別嘅方法去演繹呢個戲，咁啊，尤其是我覺得我自己成日睇佢嘅時候同佢啊，佢同阿大帥哥嘅演法好唔同，我好中意佢呢個角色，所以我又即係幾因為好近啊嘛兩出戲，咁我即刻會又係嗰個年代，咁我會好留意阿徐榮嘅，反而係啊。係，咁你咧有冇留意翻景基嗰個角色嘅話？係咯，陰司財。即係佢可以演到咁陰聲細氣嗰啲，好陰啊！真係演到啦，佢個有少少特別，因為佢係一個歌手嘅出身嘅原因咧，佢控制嘅聲線咧，你特別斯博。自己對於今次佢係咪都覺得好大發揮啊？係嘅，即係我覺得即係都有好多空間進步啦。咁啊再次即係唔好自滿咁樣啦。但係即係希望多啲唔同嘅好。即係怪雞嘅角色可以做下就好啦，即係呢個係對於演員嚟講係一個好開心嘅經歷嚟嘅。Jenny 同埋 Dixon 就被封為新一代嘅女神同埋男神，唔止吸金力非常高，而且仲係非常孝順添。好似 Dixon 咁，早前就帶埋媽咪一齊去到挪威拍攝兼旅行，而 Jenny 亦都為婆婆喺加拿大豪花七位數字置業啊。因為挪威呢個地方就自己少去啲啦，咁自己第一次去咁。咁啱得咁巧，又媽咪又得閒，咁所以就一齊去咯。咁又可以了解一下我究竟我的工作係點，咁所以都開心嘅成件事都。係咁另外阿 Jenny 咧，即最近有即係報道影到你咧，即係去買煎 pan 啦，係啊，就話即係為咗慳嗰5毫子就自己拎住咁樣喎。其實我係慳嘅，但係點解會唔攞嗰個膠袋？係因為我好環保噶，咁我就唔中意用 plastic bag， 同埋我唔中意用膠。膠樽去飲水，因為我知道很多人未必有這個習慣，但我覺得是即自己慢慢開始有這個 awareness， 是盡量用少些膠，所以我就其實平時買東西都會這樣抱住，但其實是不是因為沒有5毫子。但會不會說即做了業主之後即都要即計清楚？其實都會的，因為之前就可能會覺得啊，跟朋友吃東西啊，或者去旅行啊，就都可以去玩一下咁樣啦，但而家就真係要睇住嚟洗咯，即係變咗好多時候出街都要諗啊，係咪真係想出去食飯呢？咁所以而家就變咗多咗喺屋企煮嘢食啦，咁所以點解要買個火箭？